文林、郝美珍的镇长甲麦寮乡的乡长，拢要伫个4月13日来补选。其中，郝美珍长的参选人林家宏是国民党甲张家所支持的人选，但是郭文天嘛拍影片甲推荐，结果引发争议了，讲民众党的支持者气泼泼，打电话予党中央来痛骂，啊，郭文天是无愿意来回应。这是我强力推荐林家宏选。亲身录影片支持无党籍的林家宏参加4月13日特别上场的婚礼镇长补选，这是这个影片在了林家宏面前公开了后。所以你看，你现在林家宏是被质疑立场好像摇摆，天哪！没提名啊，也没有说特别说，只是说要我们。听主委会批，刚刚证实郭文泰支持林家宏，第一未含地方讨论沟通，就家己决定。听讲郭文泰过一摆协助丁校长定型，是伫咧2月12日录这段影片。不过林家宏背后的势力，就是拿赢婚礼张家。这回郭文泰要抢占婚礼地盘，感觉是要拿袂下伫咧婚礼上条。所以这完全是没有整合的问题。埔委镇长补选林家宏受到国民党提名。之后也受到柯文哲主席的推荐，那我想呢，这是他个人的魅力。不过，怪是前民众党立委蔡碧如这回说含郭文泰行不共路，葫芦在浙江被波动局的后备顶长黄美瑶在夜市下发玫瑰花汤，一只民众党的在地议员跟你当选兵枪。柯文哲主席支持林佳宏的话，当然我也会是支持林佳宏。不过这回婚礼的补选对民众党来讲是采用总统的规格，甚至在4月7日会在咧增卡票口开讲，方看作是2024总统大选的延登赛。毕竟婚礼过去民众党是摕到真侪票，不过乡镇采取无同款的模式，凡世新通过这关，才有后一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